买酒喽。金无酒窖，里面可以试喝四种酒，喝酒喽。可以，好，所以这个灯光下，火镜，这个是高粱，这一罐酒比我还大。这是我们的陈三金呢，三三金好喝，这个很清爽。这里的建筑物很特别，想说一来喝个奶茶的说，现在没有在播歌了。有心，有心哦，金门在地好礼，这是我喜欢的味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是我们在金门的第三天早上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去金门酒厂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。Go go。昨天不知道吃到什么东西，晚上腹泻，就是很想吐，然后有点累。刚才量体温发现有点发烧啊，就来金门这边的小诊所看医生。之后呢，我发现他们这边是不用挂号费的。那个柜台的小姐跟我说，我们这边是不收挂号费的，这样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假的？看病完，吃完药，我们来到了金门酒厂。这里是福利大楼金酒生活馆，酒窖在哪里？在里面吗？不是哦。哦，这别的地方哦。对啊。好，等一下可以现场购票。买酒喽。这个很帅。对。看一下地址，等一下来这个地方。真的很浓哎，会醉哦。你要跟这个拍照。很明显的高粱，高粱酒的味道。很浓。这是冰淇淋哦。苦，甜哦，是哦，有高粱味吗？有高粱的酸味，但是没有酒的那个很苦的味道。哎，有一点点点酒的味道。我试一下。是好吃的，是哎，但是没有什么酒味，我不能吃。喝辣度酒。我只能尝而已。喝刚刚最后一口。把咖啡一口喝下去，哇，好浓郁啊，那么久的。醉了吗？还好。来，直线走路我看看。好，我们下站去酒窖。这个新厂好像没什么、啊，大概是拍个金门的那个大罐，这个。那剩下就是买酒的行程了，就还好。我对酒窖比较有兴趣。下一站来到了金无酒窖，来看一看。买门票哦，一张350。350，他说包含四款酒，对，里面可以试喝四种酒，就外面没不会买到买得到的，
那就喝喝看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不能喝。对，你不能喝，只有我喝。什么东东？我检测一下这个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进去里面。有荧光棒哎。好了好了。最重要是这个。酒杯。对。是行程送的。送一个保冷袋。拿去上班用。喝了就不怕了。有哎、欸，有麦克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这很帅。对，不要交。哦，等一下要喝的。啊，来，高台那个杯奖，来。还有杯奖。两周中间呢？好，我会把你那个感受那个风味哈。多久了？哇，较长光旅。电话也关了。好，来这边两边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边挖掘的一个经过。哦，刚刚是它的一个墓地啊，公用。那这里呢是在1978年，也就是民国67年开挖的，哦，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，啊，这是实际的啊，那个。那做好之后呢，这里我们会把它放在群房，啊，主要白花一点就是菌房嘛，哦，酒泉菌的菌房。那个地道什么大概几度？60度。对，大概60度左右啊。啊，大家先服一下那种风味，就是香气，香气啊，那个香气。甜的，甜的。的颜色啊，在这个灯光下，有没有比较近？皮豆，好热。是没有这个啊，你就把它倒进去，没关系啊，我这样啊。啊，这个要强调一点啊，体验是体验什么？刚刚中间的它是甜的。甜的，然后后面就进出来，一个辣辣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喝完就这里面就是外面没有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先别干了，好的。其实 OK 了，这样子。我们先不要讲话，开始没什么感觉，中气了，先把它先架好了。60几度，这么大这么小，这么多小。哎呦，我已经老了，不要吹。我来卖了，所以那是为什么可以成就到2秒，以前没人懂，所以要做到3秒。哇，好有层面，这个。这个教练跟酒精，所以有2道。我这这这地方，啊，原料让我们吹啊，清高，没错，比较固。我们小麦这个没有刚刚那么甜。有酒味，后劲比较快，里面很辣。南美洲也有，你喝下去要把气吐出来。高粱哦，是品种，想去分有分成什么台种几号、台南几号。吐出来。这是陈高，这是陈高5年。刚刚那个呢？刚才那个酒窖里面的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反正就是刚才第二个是这个，对。现在是56，那个对，陈年高粱酒。56度。有差，那53的没差。就感觉好像这个更甜，更甜，因为它是陈年的嘛。这个更甜，那调出几度就几度。高粱在这里啊，这就是高粱。哇，这个好烫。哭了。这好呛，超呛。金门酒厂的，对对对，刚才喝的。比我还大哎，这一罐酒比我还大。
结束了，现在要去酒吧里面换个鸡尾酒。可以对，你可以继续喝。我喝鸡尾酒啊。好。这是我们的璀璨金门。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我们的黄瓜原汁，你希望的神秘汤，还有肉生汁去做搭配的，喝起来会有很多层次感的香味，然后尾韵会有一些小黄瓜的香味。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好甜，好甜，喝不到黄瓜的味道，是有水果的味道。竹笋，芦笋，芦笋。哦，有酒味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酸酸甜甜的，酸酸甜好喝，这个很清爽。下一站来到了德月楼，这里有一个酒酿茶叶蛋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嗯。这里的建筑物都很特别，这里有一口井。传统建筑遗迹保留，红砖屋，这里又一口井了。哦，有哎，哦，不错哦，冰冰的。哇，关了、哦！我的奶茶，德月楼也没有开放。因为现在五点多，好像很多商店都关了。就明天啦、啊、等舒一来喝个奶茶的说。哇，好美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北山断崖的一个北山播音站。现在没有在播歌了、欸，怎么没有播了？好好笑啊！哦，很帅、欸，后面很蓝哦。拍了吗？拍了。没有歌。对面是大灯岛。回到金门市区，我们吃真香蚵仔面线。这是什么菜？海菜吗？不知道，感觉还不错。这是青菜，这面线是烫的，嗯，细细的面线，是吧？是是是，试一下。是啊，很稠哎，感觉。有鲜，有鲜哦。感觉汤有点稠。Thank you.
那是月桃饼。哦，对。我买一份。你那个凤梨，经典凤梨酥是咬的那种。对对对。那我再买一个。还有一个吗？这个多少？有五块。谢谢。我想吃这个。他说蛋黄什么哥很多。他说有绿豆肉松，有蛋黄，对。金门在地好礼玉品香。还有马吉。哦，还有马吉。所以我应该会喜欢这个，都是我喜欢的味道。还有那个。一口麻花卷。椒盐口味，还有蛋卷。蛋卷它好像也是蛮幸运的。香香，香香。吃冰啊，各位！来总冰署买个仙草跟果汁。哦，三种料。要分柜。要分柜，还有呢？再来买个广东粥，这一间是米香屋广东粥，要吃清淡一点了，算等一下要拉了。我们回民宿了，买了一堆东西。好的，那今天金门酒厂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把你们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把我订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明天最后一天了，拜拜。